光之银河联邦信息。关于地球将再次成为银河联邦星球，来自高密度博客。地球怎么了？前段时间，负面力量来到了地球，他们使用先进的精神控制技术来接管地球上的居民，并控制地球的资源。负面力量目前正试图超越整个银河系，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些邪恶的生物也可以伪装成人类，这就是让我们感到困难的原因，他们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过也有一些好消息，星号地球将恢复，星号地球将被治愈，星号黑暗将被根除，星号地球将上升到更高的维度，星号地球将成为银河联邦的一员，星号地球将再次成为银河联邦的行星。它将如何完成？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地球一直在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维度，我们即将与光之银河联邦重新连接。许多人都记得他们与银河联邦的联系。这颗行星曾经是那个群体的一部分，但后来变得断开了。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处于黑暗之中。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正轨。我们的星球将再次恢复到之前的银河联邦星球状态。谁是幕后黑手？这些大规模目击事件是由几组高度进化的生物精心策划的，其中大部分来自昴宿星系统，也被称为银河联邦的成员。银河联邦成立于1亿年前，主要出于一个原因，协助地球从深空过渡到银河联邦状态。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让我们重回正轨。我们以前曾加入过银河联邦，他们希望帮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并再次加入银河联邦。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对地球和银河系的其他部分来说，都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他们还将帮助扩展我们的意识，这将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星球有多特别的真相。请记住，银河系中的许多其他物种都想要对我们最好的东西。谁组成了银河联邦？银河联邦由来自许多恒星系统和星系的许多不同类型的生物组成。有些成员像我们一样是类人动物，而另一些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最常见的外星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昴宿星人。然而，这个术语实际上包括了来自昴星团的几个不同种族。扬升过程，地球正处于从一个频率第三维度过渡到更高频率第五维度的过程中。这个过程被称为提升。地球上选择提升到第五维度的人们将与地球一起这样做。银河联邦包括许多与人类合作了数千年的不同外星物种，从一开始就在整个扬升过程中一直在帮助人类。他们参与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提高振动，并再次确保我们作为银河联邦成员行星的地位。扬升意味着人类将不再生活在否认中，并将开始作为一个人与彼此以及他们周围的自然世界和谐相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现实，他们会意识到我们需要各种观点、意见和技能，才能让我们所有人茁壮成长。随着越来越多的灵魂觉醒，他们将开始接受自己的神圣身份，通过向内寻求指导而不是依赖外部权威。事件的地球效应和天堂效应也是如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快速和强大的过程，但我们也应该期待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星球在这十年内会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已经预言地球将变成一个郁郁葱葱的天堂，拥有丰富的生命、清新的空气和波光粼粼的海水。它的居民将超越恐惧和判断的较低振动频率，据说这主要是造成痛苦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心中的和平与光明。预计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来自更高维度的太空生物将通过他们对地球的访问带来更高频率的能量。随着这种新能量充斥地球大气层，人们可能会感到彼此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并且与他们真正的精神自我保持联系。他们可能会在成为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的一部分时发现一种与生俱来的快乐感。这种高能量频率将影响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因为我们从一个更基于碳的物理结构转变为一个更基于晶体的结构，这都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只被要求对等待我们的美好未来保持信心，一旦我们度过了这个过渡阶段，再次成为银河联邦的行星，地球将再次成为银河联邦行星。关于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的事件的传言，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精神觉醒，人类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这一事件标志着人类新时代的开始。我们不再被视为受控制和有限的物种，我们最终将作为正式成员，在所有其他银河联邦行星中占据我们应有的位置。地球上的每个灵魂都将获得使生活更轻松、更愉快的技术，如反重力装置、冷聚变能量装置和先进的隐形传送系统。该事件迟早会发生，并且在这一点上很难预测某种形状或形式。毕竟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朝着这个未来转变。扬声是一个个人的过程。五维频率已经可以访问，如果你决定这将是你的现实，并采取必要的行动，在量子层面上进行治疗，并重新编程潜意识，那么你就可以度过一生。如果你做这项工作，你周围的世界将变成地球上的五维天堂。你将转变为地球上一个强大而快乐的光之存在。地球上可能存在匮乏、痛苦和苦难，但只有你自己掌握着你所体验的现实的关键。你决定哪一扇门会打开，哪扇门会关闭。这是你的复权之路。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我们是银河联邦。谢谢收听。感恩祝福。